那花童给他们，尊敬的台长您好，来，我呢想要问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就是世俗是五六十岁的那个中老年人，如果在修的过程当中，他们每天不是做功课嘛，那有的呢已经是一年多了去修了以后，但是每天功课量呢，在他们的这个说也念得很好，那个也念得好，增加。那现在呢，每天呢又因为中老年人其实特别是女生啊、哦，要负担很多的家务、所以呢，他们觉得呢，又不知道怎么来调整，所以比较呢，想请问台长啊、就是说他们现在是基本这样的啊、你看这怎么调，就是他们是，大悲咒呢要49遍，心经29遍，然后礼忏呢3遍，准提神咒49遍，还有那个往生咒姐姐咒108遍，还有那个消灾吉祥神咒49遍，大吉祥天女咒27遍，功德宝三神咒49遍，还有往生。你叫他到中药铺把所有的药全部吃一下，他的病你看他会不会好？这么多的经文你念得过来吗？你过去李时珍也好，名医也好，对不对呀？他都是。这个几钱那个几钱，他配得好他才能成为一个药的啊。西洋医生到中那个人参挺好，吃了时间长了流鼻血的，现在他念了这么多，每个经都舍不得，这个经好那个经也好，他什么经都念，最后神经了。你们要懂道理的，念经不能乱念的，明白了吗？有些经是念给鬼的，你叭叭叭叭叭念，所以很多人不懂啊。哎呦，法师们超度，哇，这么厉害！你知道啊，他超度鬼啊，你超度得了吗？你自己没被他变成鬼已经蛮好了，先救救自己。但是呢，刚才我听你说的这个经文呢，实际上呢，如果他生重病的话，比方说有癌症了，49遍可以保持他不生癌症。没有生癌症的人念49遍，觉得自己。怕有癌症了，或者有癌细胞了，觉得不对了，49遍，我保证他不生癌症。这是一个心经，如果老年痴呆、脑子不好的人，叫他赶快念心经，49遍不为多，一般的是21遍。那么再接下来，现在必须要念的就是大那个消灾吉祥神咒，因为现在天灾人祸很多，家里呀、社会上啊，出门你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事情。所以呢，消灾吉祥神咒很短的，必须念49遍，好吗？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的姐姐咒，如果他天天想不通，觉得这个人对他不好，那个人对他不好，赶紧念姐姐咒。我告诉你们啊，真的灵得不得了啊！我们那个听众啊，哎呀，我刚刚叫他念姐姐咒，他老公跑过来骂他，就指着他骂，冲过来啊，气势汹汹啊，他冲着他看，就嘴巴里就心里在念，她老公就在骂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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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就下来，然后还假装跑过去，你说对吧？跑掉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咒语力量不得了的，你真的想不到的。公司里啊，老板对自己不好，念几遍解决咒给他，马上就好了，真的灵啊！我跟你们说的都是真话，你们不信试试看，真的。还有刚刚他你叫他经啊，还有叫他。不要念那个不要忘记念那个往生咒。往生咒就是说往生咒每天念应该念几遍？21遍。21遍就够了。哎，就可以。那么要念几年呢？你往生咒其实基本上，如果你一直在吃活的东西啊，吃这种杀生的东西啊，或者你过去吃过的，一直要念的。一直念到。哎呦，一直念到死嘛，就是。念经要念到死的呀，就像吃饭一样的，哪有吃我不吃的饿死的，出毛病了。我在您的博文上看到是好像。你说是就是说念3个月的往生咒，就是说如果你加到49遍了，那你就必须要回到21遍，不能一直49遍。但是21遍一直没问题的。还有一个跟孩子有结冤结了，就把名字报出来，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我孩子某某某化解冤结，再开始念，你看看念念孩子对你好不好？那一边很灵的。那么一般解决咒一边49遍，也是
49遍，哎，很短的，非常短的，就是它108遍，几秒钟就是一遍的，好吧。还有，那个大吉祥天女咒，大吉祥天女神咒一般是对付那些婚姻不圆满的、找不到老公的、找不到老婆的，或者长期身体不好的，觉得一直不是幸运的人，念大吉祥天女神咒，很灵的。脑子想不开的人，不开悟的话呢，就给他念心经，很灵的，就读一下呀，读读就好了，真的灵得不得了。那一般就是每天的功课都不需要这样念是吧？没有功课的，这就是功课呀。是啊，大吉祥天女咒也是功课。啊，大吉祥天女咒如果是已经是年纪很大老婆婆老妈妈的人，主要是念一种幸运的，比方说给感情运啊、婚姻运啊，就是念这些东西。好吧，经文全部分配的，就像医生一样的，开什么药给什么药的。刚刚像他什么都念，你跑到中药铺来，医生把我所有的药给我吃一遍，你看他病会不会好？其实这就代表他是一个代表，就是相当一部分，就是我从上海来的嘛。对，同学当中很大一部分。你跟他们说有个基本经文，21遍大悲咒，21遍心经，然后呢，消灾吉祥神咒49遍，然后呢，往生咒21遍。还有呢，姐姐咒49遍，这个就是基本的课，好吗？那功德宝。对不起，礼佛最要紧的礼佛。礼三遍。礼佛1遍到3遍。那他们都念3遍的。礼佛最重要。你知道我们过去做错事情，就是因为，比方说我过去吃坏东西了，现在肠胃不好，实际上就是过去不好。那么过去不好应该用什么呢？就念礼佛大忏悔文1遍，刚刚学的人念1遍，时间长了念3遍，很灵的。很好，那要不要3遍就一直啊？3遍对吧？我想起来了，你是专门从中国赶过来的，上海赶过来，谁呀？有一个昨天有接我的啊，他刚刚从中国刚刚赶过来的。我来了2个月。是吧？好好修啊，好不好？好。还有就是说，功德宝三神咒要不要念？功德宝三神咒，首先你要觉得自己有功德，比方说我今天做了很多善事了。好像我今天去帮助人家了，那你可以念一点。实际上功德宝三神咒可以把人间的很多善事转化为功德，因为功德能够看，就是能够取消你的罪和取消你的祸。比方说人家算命的人说啊，你这个星期啊不要出门啊，你会有车祸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做好事没有用的，做好事的话是善有善报，报给你，你对人家好，人家还是对你好。功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把做的这些好事一念功德宝三神咒全部成为功德了，这个时候你说观世音菩萨请你慈悲啊，让我这个关能够过去，一求之后呢，因为你有很多好事它已经变成功德了，它就能够 cover 你的这个就是债务。所以比方说这个人是癌的，医生说要开刀或者不开刀，观世音菩萨慈悲啊，让我做了这么多善事全部变成功德，我现在念功德宝三神咒108遍，念完之后你把说我把这些功德全部来请菩萨帮我解决我这个肝癌的问题，好了，肝癌一查出来良性的，不要开刀了，那就是不再过去，否则的话你拼命对人家好，你没有功德只有福德，就是说你对人家好人家会对你好，就像中秋节一样，你送人家一盒月饼人家送你一盒，没有大用的，明白吗？那就是说不要作为功课了，功德啊，哎，不能作为功德，哎，自己觉得有很多善事才能作为功德，好吗？还有就是，在台上您的博文中看到，就是有的人需要一波一波的烧小房子，那么那其实呢，每周呢，就每个人都是每周为自己的要经者念3张小房子的，那么一波一波的那个小房子烧，是不是这个3张可以包括在里头？一波一波的烧小房子是吧？三张什么？的要经者烧3张小房子，那么这个3张是不是包括了那一波一波的？应该是包括在里面的，因为你如果没有烧小房子，没有欠的话，你就是烧3张保平安。如果你已经有灵性了，那你要烧21张的，那21张可以算在里面的，没问题的。他们学得很好啊，很多人真的学得很好，受益匪浅啊，不得了的。大家都是非常灵的不得了的。就是要问一个，就是你快点啊，还有很多人要问你。他们举手了。我
我代表好多人了、麻烦了，你一个人代表好多人，他们都没人代表了。谢谢大家。赶快讲，赶快讲。就是说还有个老同学，他80多岁了。你对着话筒一点。80多岁的老同学啊，他有80多岁老人家，他呢就是说有几个问题要问，因为碰到他说碰到名酒或者暗酒，怎么样来防止灾难的发生？实际上，懂得学佛的人一听他说名酒暗酒还知道，不懂的人只会喝酒，还以为是名酒是茅台呢。最近茅台他们说也里边放什么东西，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名酒暗酒是什么？人逢酒就是灾难来了。19岁、29岁、39、49、59、69、79、89，全部都是劫，大劫要死人了。所以他就懂了名酒，这就名酒。那么暗酒是什么呢？暗酒就是我们说虚岁，明白了吗？虚岁是什么呢？小弟弟不要讲话啊，待会儿台长给你躺躺吃，好吧？哎，我说真话，台长带躺躺来了啊。那我告诉你，你们要记住，中国人其实很聪明，中国人有个虚岁和实岁，为什么呢？外国人就是一个实岁，对不对啊？实际上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一逢到酒的时候啊，他就不说，他就说，比方说48岁，明明49，他就说我48，为什么？我十足是48，对不对啊？他过了之后，他又说我50，他说虚岁，他把个酒字拿掉，因为没有酒，他就化劫，就把劫弄掉。所以中国人有虚十岁的，很厉害的，中国人很聪明的，这老祖宗真的很厉害的。想大一岁就大一岁，想小一岁就说小一岁。我认识一个艺术家，49岁，一共有6年他不长恨，因为他一到50岁他觉得他老了，是不是？人家问他你几岁了？49，连续6年49岁啊。实际上这个不管明的暗的，实际上都是不好，总归会有劫的。嘴巴里不讲，就像哎呀妈妈你不会过世的，你放心，你不会生恶来的，查证来这有什么办法？对不对啊？没有办法，最保险的办法念经，还有许愿放生。念什么经文？念什么经文最简单？要念大悲咒，不让自己啊有灾祸，因为大悲咒可以保平安。晚上如果小孩子哭得很厉害，好的小孩子说：“哎呀，妈妈，我怎么发觉家里？哎呀，我怕，一定家里有鬼了，你们看不见，就说赶紧给他念大悲咒。”明白吧？还有他因为最近骨折嘛，骨折了躺在床上，那么读礼忏的最后一句的时候呢，不是要站起来，站起来他站不起来。哎，不要站。那台长跟他说不要站，他这么大年纪，尤其他是骨头不好，他不是骨折了，没关系的，菩萨绝对会原谅他的。Okay. 你放心好了，菩萨慈悲的不得了，真的。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有个人不识字的老妈妈念欧玛尼巴咪哄啊，口子里那个牛嘛，老妈妈念了一辈子欧玛尼巴咪牛，最后她照样上天，念错字都没关系，菩萨都知道，实际上是个意念，你听得懂吗？欧玛尼巴咪牛知道吗？他就是说，因为他本来应该念礼忏的话呢，要烧小房子的，但是他在床上。不能烧小房子了，那怎么叫人家烧呀？叫别人代烧呀、没关系的，一定要烧的，就是一定要烧的。念烧礼忏啊，他不是他念礼忏、但是骨折要躺在床上，没关系的，他就直接烧都没关系的，不念礼忏都没关系的。不是，他念了礼忏是念了，但是烧小房子没有办法起来烧。他在床上如果念了之后叫人家烧当一样效果，一模一样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个老妈妈挺好的。还有呢，他因为还有2个梦想请你这样好吧，你今天这样有点不大公平了。你这样，你把这几个都事情啊写下来，写个秘书处，然后呢等到台上有空的时候呢帮你解释一下回答你，好不好？好，给一点人家的机会。好，你看还有这么多人要机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大家。